那些丰胸的药，那还有什么药？嘴唇没有。那不行，那我实在跟你说，反正我怕再来说。就不要说出来，说出来就不好玩了。对了，可以默默欣赏，但是一说出来的话，那种感觉就变了。这说出来，有些东西在心里就好，说出来感觉就变了，对吧？就有些看清楚了再碰我，真的是像个小傻逼一样。么么哒。谢谢达哥哥。小可爱，应该说小可爱。我爸说小傻逼不开心，叫小可爱就好。
人家就是熊变大嘛，这还不可以吗？老是说人家垫了几个，说了说了，专门为了能去弄了一下熊，对吧？可以吗？欺负我，反正都欺负我，我已经习惯了。
不是每次都会挑动我，在屏幕上发那些不可描述的小故事给人家看。火箭可以怎么样？火箭，你想怎么样？福利多多。很喜欢这个。就一边哄着睡觉，一边聊天，挺好的。是超级火箭的，你拍张卡就可以了。说超级火箭的。
是吗？这倒是，这倒是你们教我的。这些我仅知道了几个，日语都是你们教给我的。知道韩语，因为看韩剧一点，不像你们看日剧，看日本小片子就知道日语，但是我没有看过，所以人家也不知道了。这衣服好乖呀、他老是喜欢缠着，只想皱在一起。
现在不是都开学了吗？不是都说都遇上了好多观众，小学生都怎么了？小学生都上课去了。如果我就是专门做一期就吃东西的，吃东西的直播，你们看不看？就吃东西做的意思。
Okay.